英文、台语、客家，客家，这个时候要来唱一个国语。好哦，国语歌就多了。对，但是这首国语歌曲呢，有比较有一点点年代啊，少女时代的歌，少女时代的时候的歌，谁的声音呢？啊，因为你我都以为他没有开麦克风，觉得这久久会冒出一句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哦，少女时代，对，在我们那一个年代，在你那个年代，对了，你那个时候还是少女。没有，我还在游，还在游，爸爸还在游向妈妈，对了。好了，大家就说好听的。小虎队的歌曲《青苹果乐园》送给各位，耶、yeah, ！怀念一下。